们的环境真的在改变，温室效应不是说说而已。很多人都说啊，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改变不了，所以就不去做。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，我认为今天我们云豹能源能够为这个环境改变的东西是累积的，是靠市场的力量的。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环境价值。展览会场的众多人潮，争相目睹的就是他们口中的环境价值。在云林四湖的地层下陷区搭建太阳能电厂，再将所发出的电回馈给农民。荒地变绿金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都市传说，而是一场正在真实上演的绿色奇迹。农民也就是地主额外可以收到租金收入，那同时呢，政府也省掉了这个要提供不能耕作的休耕补助的钱，也省下来了，还可以增加这个再生能源的收入，会有额外的税收，所以是一个三赢的局面。湿软的土地，每年来临的台风季，以及严重的地层下陷，每一个都是搭建电厂的挑战。但靠着坚强的工程经验与团队合作，这些他们都撑了过来。以我们自己公司的要求是，今天不论在哪里，每一个厂我们都至少要能够抗17级疾风，所以在对于台风强度这一段，我们是有我们公司自己的要求的。绿色能源要面临的挑战很多，但不外乎如何说服各方对于建设以及效益回收上的疑虑。而对于这群30几岁的年轻人来说，尽管来自各行各业，领域各有不同，要如何为环境、为台湾贡献一份心力，这样的心态与目标，才是他们争相投入太阳能产业的最大原因。我们公司的比例跟以往公司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虽然是能源产业，但我们几乎70%是财务背景，30%才是光电相关背景的。这是因为我认为未来的新思维不再是局限于技术，未来新思维要局限于你怎么去突破，怎么去跟地方沟通，怎么跟政府沟通，怎么跟从业合作，不再是独揽，因为在太阳能产业没有敌人，只有朋友。新的时代要用新的思维去看待事情。张建伟说，相较于其他投资工具，太阳能电厂的获利模式其实很单纯也很可靠，但却是充满了前景。只要以扎实的基础建设克服环境挑战，并依循政府的绿能政策稳健发展，就算是最难搞的银行募资，也能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。对很多人很好奇说，这个人能够借到款是因为他过往很多钱，这是以前的金融逻辑。但是对太阳能的 project finance 的逻辑是，今天你能够借到款是他看中你未来的获利能力，所以你今天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投资的是太阳能电站，你有20年的稳定的现金流。当社会可以体认到这一个投资价值是稳定的，是安心的，是对社会有贡献的，其实我认为它的力量是可以取代台湾的一个投资商品叫定存。在募资、政策方向以及设备可靠性等各方向一一克服难题，如今绿色能源已不再是传说中的赔钱货，而是一个能可靠获利的创新事业。接下来团队也将持续寻找海内外适合的场地，不断共造三赢局面。现在就是先从比较小规模的地面型电厂已经开始在操作了，那希望在政府这个政策大方向之下，那我们也可以跟着政府的政策一路往前推进，那同时也为台湾再生能源尽一份力。一座电厂，一片希望，台湾的绿色能源也许还显得嗷嗷待哺，但所建设的每一份都将持续累积，在未来的某一天开花结果。这也是团队持续想告知我们的重要心态。绿能是一个你投资下去，你必须要跟它走很长久，那你会慢慢看到它对于社会、对于世界、对于未来、对每一个人的贡献。这不是产出多少钱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台湾另类的10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排碳量，更希望让股东知道，在我们这里不会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但是可以赚很稳很稳的钱，赚很久很久的钱，贡献社会非常非常多的社会价值跟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环保意识。这反而是我想跟我们所有的投资大众去沟通的一件事情。对，这是一个重要概念。
在赚钱之外也能履行社会责任，这样的梦想听起来似乎有点浮夸，但在张建伟以及谭宇轩的团队身上，我们看见了那事在人为的精神，而这也是每一个伟大的计划之所以能一步一步实现的关键所在。